念完经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修行。人世间总是有太多的阿弥陀佛，赶快念经啊！是的，师父。敢问师祖，像我们什么时候能过关啊？另外一种做法四个字啊，哦哦哦哦哦，那个餐厅就对了，那个餐厅你不要走。壳剥开来，虾子在平板上面去煎哦。快，命令你，赶快冲完。八，七，把你挡上去。六，挡上去了。五。幸亏有你们了，幸亏有你们。哎呀，好久跟你们对啊，太美好了，很棒啊！我讲的清不清楚？好，没有，都是少熙哥的声音。这是跟你成功了。虾九岁，他九岁太快了，慢什么？